情守山修，爱和情平愁千里繁华似锦，红叶成文化地，人才济济壮志凌云。啊，国家重镇，世界扬研究早期音乐。我们在课前所听到的这首圣歌啊，《Ukwean Lasi》啊，那么它是在歌词呢，是为了纪念啊施洗约翰的一首圣歌。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教会的这些礼啊这个崇拜仪式中，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特殊的节日。那么在施洗约翰呢，当然在整个啊，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先知，那么当然也有他的这个日子。那么这个 Ukwean Lasi 呢，啊，尤其在这个歌词的最后一句 Sancte Ioannes 啊，圣约翰，这个圣约翰呢是指的施洗约翰，所以是为了纪念他而写的一首圣诗。那么他的这个歌词的来源应该是来自于八世纪的啊。这个 Paulus Diaconus 他所写的，那么但是呢，音乐的本身啊，就像许许多多其他的圣歌一样，它的来源倒是并不是很清楚。那么这首歌呢，它有很特殊的一个地方，那么也就是它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当时呢，在 Arezzo 这意大利的一个修道院里面呢，有一位啊这个。等于说修士音乐家，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做 Guido。 在古代的时候呢啊，西洋并不还不大兴用所谓的姓氏啊，姓氏大致上一个人只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做 Guido。 那么怎么样去区分呢？往往呢我们后面还会再加上一个他来自于哪里啊，他来自于 Arezzo，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所谓的 Guido of Arezzo， 这是英文的讲法，或是用原来意大利文的方式呢，叫做 Guido d'Arezzo。那么它是一个修士，在十一世纪。那么我们今天呢，关于所谓的乐谱的发展，有许许多多一些重要的 know how， 重要的一些观念呢，都来自于 Arezzo。那么 Arezzo 据说利用了我们刚才。在课前所听的这一首曲子 Ukwean Lasi， 它的这个曲子啊，这个乐句的一种风格的一个特征呢，来制造一个等于说他在教这些小和尚们唱歌的时候呢，唱圣歌的时候的一种方式，我们一般把它称为所谓的音阶唱谱法，音阶唱谱法的一个观念。大家看到啊，这一个曲子的一个特征 ，Ukwean Lasi le sonale fibri mi lagestorum famuli tuorum。So de poluti labileatum Sancte Ioannes。
他歌词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如此一来你的仆人就可以很自由来唱你的神一切的神迹。那么从他们的原来不洁净的这个嘴唇之中移除那所有罪恶的玷污。哦，圣John啊，圣约翰。而由这首圣诗的啊每一句的开始，乌瑞咪发嗦啦，就形成了我们将来的所谓的唱名啊。当然有些同学会说，这个 wood 我们现在不是 do re mi fa sol la， 这个 wood 当然对意大利人来讲是比较不大容易发的音啊，比较闭嘴的闭口的音 wood， 所以呢啊就把后来就把它改成 do，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啊所谓的遗迹。那么今天呢法国人仍然还是用着这 wood re mi fa sol la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唱名的这样的方式，用唱名的方式来唱音符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把它通常把它称为所谓的 solmization 啊 solmization。 当然这个 solmi 啊这其实就是啊我们音阶唱谱的啊，唱名中的两个音就是嗦咪。Arezzo， 据说呢，就是被视为呢发展出这一套所谓的 solmization 的工程。当然，他对于乐谱或者是乐理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不只是发展出来所谓的 solmization。事实上，11世纪的这样的一个乐谱，从原来只是最多只是加一条线，说这是C。或者这是 F 的一个位置，那么它把它发展成加上了不止一条线，而加到了四条。我们上一次呢也跟各位来讲过，你在这个乐谱上，事实上它加了四条线，而且呢有不同的颜色。黄色的部分呢代表 C 啊，代表 C 就是 U 这个音或者是 Do 这个音啊。这个红色这条线呢代表发，那么发上面拉。哆咪啊，四条线啊，形成了四线谱。而这个四线谱当然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五线谱的这样的一个前身。所以呢，我们今天仍然在沿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圣歌的这样的乐谱，其实在11世纪 Guido 的一个手下呢，大致上有了它的一个雏形。当然圣歌随着时代的一个改变，它的一个记谱的一个方式也会有它的一个差别。到了19世纪的时候一群在法国 Solemn 修道院长期以来是以所谓的正宗的 Gregorian Chant 的一个演唱的这群修士呢，受到等于说当时的教皇的这样的一个钦定，那么要求呢他们对于所有的圣歌呢做一个很清楚的编纂，乃至于到于20世纪初的时候呢，当时的教宗Pius XIV 呢就等于说又有再次的一个钦定版的这个梵蒂冈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他们所编纂出来的这样的一个Gregorian Chant 的版本呢，可能是千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总集。那么它的一个所谓的记谱的一个方式，也汇集了所谓的千年来等于说大家最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记谱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注意到 Solemn 修道院这个是一个法文这个 S 都是不发音的，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可以听听看它的原来法文的发音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整个来讲，好，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所谓的 Gregorian Chain 的这样的一个记谱方式，从11世纪的这个 Guido 呢，大致上把它有了基本的一个雏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那么在现在仍然沿用的 Gregorian Chain 的一个版本。任何同学如果能够唱五线谱，其实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圣歌的一个谱呢，也会很容易来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谱上面的一些特点。第一个呢，第一个这个 V 事实上是等于说这一句经文的第一个字母，所以是 V Derum， 所以这 V 是放在最前面。那这个GRAD 代表 graduate 是代表呢，这个在这个教会典仪之中呢，弥撒中的所谓的进阶经 graduate 啊，等于说在什么时候，在典仪的哪一个位置，哪一个情况来演唱的。至于五代表所谓的调式，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跟各位来讲，也就是这个旋律。这个曲子所使用的调式是什么调式？这在等于说中世纪所有的圣歌分类的时候，已经把它分类得很清楚，一共有八种不同的一个调式。所以你大致上从一开始可以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功能性的乐曲 Gregorian Chain。注意到它是用在教会的一个典仪，所以它都是实质的。要等于说在教会典仪中要演唱的它不是让你个人清修或者是个人冥想欣赏用的，它是教会仪式中所需要真正演唱的，所以它有实际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当然这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所谓的西谱号的符号呢，非常类似。那么就是这个位置呢代表西西也就是我们的抖这个音那么下面的一线呢就是拉，那么再下一线呢就是发，线与线之间还有一个音，所以是发嗦拉提哆所以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发拉哆哆瑞哆拉哆咪瑞哆哆Vi de luo。那么每一个音所代表的呢，就是一个长度一个长度。所以当但这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加上符感，或者是加上棋子，乃至于制造不同的一个节奏，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形的符号。那么有些呢是两个音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neum 两个音，甚至呢有所谓的三个音 balate， 在这里呢有三个音，分别是 do 往下 la do do la 这是两个音。至于这个单一的，我们很容易理解，这里呢有两个音 la doRoom， 这里呢是两个音，当然这里面代表着我们如何去演唱那么连在一起的当然是比较滑顺一点比较圆滑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组群。那么所以 neum 有些是 syllabic， 只有一个音，单一的音节就对应一个音，有些呢是一组音，一组音有两个音，有时候三个音，甚至有更多的情形甚至四五个音。像在这里的例子，我们有一连串四个音 ，jen 四个音。那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星号，那星号所代表的意思是我们一开始这个诗班的班长。来先发个音，起个头。那么起头的时候，第一句是由独唱者诗班的班长来唱。那么第二句开始呢，大家有了起音了以后呢，所有的整个诗班的班员全部一起加入这个
这个星号代表是加入的一个位置。至于每一行的尾端还会有一个音，这个音并不是要唱，但是它是一种提示。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记谱方式，所有的诗班班员呢是看着这个谱来演唱的，这代表呢是下一行的第一个音，在这里就是哆的这个音，所以让你先看到啊，不要 jump 啊，跳到下一行音的时候还来不及唱啊，造成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演唱上的一个瑕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哆提哆啦，哆提瑞瑞，哆提哆啦。好，那么其实这个在演唱的时候是很实际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现在的印刷，那么所有纸甚至连纸张都没有啊，所有的这些乐谱呢都是很珍贵的，去抄写在羊皮纸上面 parchment 啊，这 parchment 可以是羊皮，当然也可以是小牛的皮。那么，所以所有的书、所有的乐谱的这个抄写都是极为精细、极为精雕细琢，把它抄写上去。那么，不可能每一个诗班班员都可以拥有一本放在手上，所以这样的乐谱呢，往往是一个很大的。画在很大的一张乐谱纸上面，那么放在金台上面唱诗班呢，大家一群人呢一起来看。好，各位在这个照片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典型的教堂那个诗班的这个乐谱的一个台子是非常大，所以可以是十几二十个人一起来看这个乐谱来演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么这个是有就是等于说视线的圣歌的一个记谱方式，和我们把它转成大家所熟悉的所谓的五线谱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相互比较，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你只要自己知道这个位置呢是哆，那么五线谱呢我们知道这个第一间的位置是发，好，所以是发发拉哆，所以这边发发拉哆。注意到我们在这里呢加上一些所谓连圆滑线，就是按照原来它的这个乐谱的这样的一个分组的方式，然后这里有一个哦哦哦啊，哦哦哦，这四个音啊连在一起，然后哦好，怎么大致上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讲。在这里呢我们上一回已经有听过的这首曲这个 Videlum Omnes 是在圣诞节所唱的一首进阶进堂这个升阶咏升阶经升阶咏，它的各称意思在这个全地世界的近端呢全地都看到了我们神的救赎，那么我们快乐的这个对等于说 joyful to the God， 我们要对神呢极为快乐的，那么全地都要对神快乐大致上在这一这个原来的近台近所谓的升阶咏的部分呢在这里。那么后面这边呢加上一个 V V 代表 verse 是经文的，前面的部分呢是等于说圣歌的一个歌词，后面的这个经文的部分是圣经里面在这里要读的经的经文的歌词的一个部分。好，我们现在就跟着录音我们来听一遍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圣歌记谱方式所诠释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演唱方式。
特别注意到哈，在这里呢，这个 Domino 神的这个第一个音节 Do， 事实上它有一连串的音啊，这么华丽的这样一连串的音，有数十个音，只单单的去诠释这一个 Do 啊 Do 这个音节而已，我们把它称为所谓的 Melisma 音串的。这样一串一串的音啊，音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melisma 啊 ，melisma dominus。那么像这类型的这样的一个 melisma， 在圣歌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将来呢，我们再继续来谈圣歌的后面的一个发展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来谈到这些。我们继续听下去。在这里呢，特别注意到这中间的所谓的经文的部分呢，其实它唱完了以后，我们最后呢按照还会再回去唱整个这首 Antiphon 啊，这首圣歌，那么等于说是首尾都要唱，中间夹着经文。在这个演唱的版本呢，它比较没有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再加这个星号的位置呢，代表呢整个合唱要进来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原来你的这一个verse 哈，在最后一句的时候呢，其实是要整个合唱团加进来唱，它并没有按照这个上面的版本。当然，这衍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圣歌的演唱虽然这里有所谓的教皇版。但是呢，其实它的一个诠释都各自呢有它的一个传统，我们不妨呢就来听下面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加上了一些我们类似平行和声或者是持续音效果的这样的一种圣歌唱方式。那么的确呢，有时候圣歌在演唱的时候也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无伴奏的一个方式，有时候呢加上所谓的风琴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音，也就是一直都在它的一个所谓的根音的一个位置，终结音的位置，在这个例子中它是发这个位置，发一直这样演唱，来自于它的五度哆一直演唱，这样一直弹着，持续的在那么弹着呢，是很常见的一种诠释的一种方式，所以特别要注意到这个鬼公圆券经过千年以上的这样的演变，它自然有许许多多大家能够接受的不同的方式。好，我们一起来听下面另外一个演唱同样一首根据同样的乐谱来演唱的版本。
刚才呢就是 Viderum Omnes 啊，这个圣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当然似乎呢让我们立刻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似乎呢加上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音的声部呢，制造了一种所谓的复调的一种感觉。那么这首曲子呢的确是非常重要，在将来在下一个世纪十二世纪开始呢，我们会西洋音乐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的一个发展。当这一个发展或多或少都跟我们说的这个记谱的这个记谱法已经承受了以后呢一个可能有的一个走向。如果没有记谱法，有没有可能继续发展出之后的所谓西洋的复调音乐这个 Gregorian chant 在这里我们听到大致上都是单音的音乐那么只有一个旋律，大家不论是合唱或者是独唱都是唱同样一条旋律。其实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旋律在其他所有的文化之中都有，那么甚至呢它不见得需要发展出记谱法，但是我们从沙利曼时代，那么西洋人开始呢很疯狂的急切的希望记录下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明，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中呢，他们也发展出来要把他们的音乐他们的圣歌也要记录下来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热情。那么我怀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热情使得西洋人发展出来他们的记谱法。那么这样的一个记谱法呢从十一世纪大致上发展出一个雏形，那么现在我们仍然使用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记谱法，它包含了它有所谓的谱号，那么这个是形成我们今天五线谱的所谓的西谱号，也就是这两个豆豆之间的这条线代表哆这个音，或者是 F 谱号这个三个豆豆之间的这条线呢就是 F 就是发，当然这个本身这个符号本身也像发，当然我们今天的所谓的低音谱号大致上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至于它的每一个音符有单一的一个音 point， 那么以及 virga这两个之间呢并没有任何在实质上的差别那么如果有实质上差别的话，它是往往是这样子，这是两个音代表是前面一个音的两倍的一个长度。那么有时候呢是串成两个音，因为我们有两个音啦啦那么下行，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两个音呢是一个上行的，是哒啦，那么有时候是三个音串在一起，啦啦啦，或是三个音下行，啦啦啦，或者上下，啦啦啦，或者呢是下上，哒啦啦等等诸如此类。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复合式的 neum， 甚至呢可以把更多的音串在一起，啦啦啦啦啦。那么此外呢，有时候我们在乐谱上也可以看到临时的降记号这个降记号到今天仍然沿用这样的一个符号。那么这个在一个乐谱的一行的终端呢，一个提示下一行的第一个音的一种方式。有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音加上一个音，加上一个点，这个点呢被诠释的就是我们要延长这个音，往往是出现在一句的结束的一个位置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呢，整个这样的一个读谱跟我们现在的五线谱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唯一的差别甚至更简单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很复杂的所谓的节奏的这个区分基本上每一个黑头方头呢都是同样的长度。那么这里也牵涉到 Gregorian chant， 它是一种纯粹跟原来所谓的拉丁文的这个诗韵要相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的不使用很复杂的这种所谓的节奏，
是根据因为我们原来吟唱的方式应该是极为平顺，和我们念拉丁文的这种诗文是非常类似的一种方式，所以去区分很细的这种所谓的节奏其实是不必要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些提示呢，相信大家各位同学呢也可以尝试的来唱一唱像我们画面右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圣歌的记谱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两位如果我们要追溯所谓的希腊的文明、罗马的文明它这些属于这些文明对音乐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些想法呢怎么样传到所谓的中世纪，让后来中世纪呢的这些无论是音乐家无论是理论家，那么至少在这个所谓他们的思想上有一些所谓的奠基的作用的两个很重要的理论者，这两个理论者呢分别是五世纪初以及五世纪末期的这个作家，所以呢他们都算是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这个即将灭亡以及灭亡后的这个世代。那么在那种比较分崩离析的世代呢，这些人呢他们当然本身并不是真正的音乐家，他们是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甚至大政治家。那么但是呢他们对于所谓的希腊文的熟稔，使得呢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将一些所谓希腊人的观念传送出来。第一位呢我们要讲的是卡佩拉。卡佩拉在五世纪早期，也就是西元400年左右呢，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罗马帝国已经到了它的末期了。那么在他那个著作之中The Marriage of Mercury and the Philology Mercury 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意思， Mercury 也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水星九大行星中的水星，那么也是水银，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是指的这个所谓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那么神，那 philology 在这里也是神，但 philology 呢也是所谓的语言学的意思，所以这个 mercury 代表的是一种科学， philology 呢是代表语言学，所以语文理的这个结合，这是一本教科本。那么在这个教科本呢，其实呢就是把希腊文明中希腊的学校中所要教的这个科目呢把它描述出来，在它的描述之中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文明的人，要一个自由人，这个 liberal 是代表自由的人，自由人已有别于那些奴隶，他要能够要学的这个所谓的学科有哪些呢？有七门科，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所谓 Seven Liberal Arts， 这是来自于所谓希腊的一些传说希腊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中认为如此。那么这个 Seven Liberal Arts 呢包含了所谓的三文科 Trivium 以及四理科 Quadrivium。 这个 Trivium代表三的意思， quadr 代表四的意思，所以分别包含了这个三文科就是语言的艺术呢，包含了文法，包含了 dialectic 我们比较是所谓的辩证学有点逻辑辩证的这样的意思，以及 rhetoric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所谓的修辞学或者是雄辩学这是三文科，以及 quadrivium 是理科，包含数学的这样一些一些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支，包含所谓的 geometry 几何学， arithmetic 算数学， astrology 天文学，以及所谓的 harmonics 音乐。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古希腊人古早的时候认为音乐其实是包含在所谓的跟数学理科合在一起的，它跟它的计算就像我们在人的世界之中对于所谓的几何的运算，他认为天体的运算那么跟这个
所谓音韵上面的一个关系。好，我们知道音高八度其实是音的振动，那么一个物体的振动的一个长短的一个度量啊，形成了我们音乐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关联，而这个关联呢跟天体的运行其实有相对应的这样的关联。这是希腊的人透过五世纪的卡佩拉那么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中呢把它传递下来。当然至此以后到了中世纪，当十二世纪的时候呢，当西洋文明进入到另外一个大跃进的时候，当经验哲学开始在教会中成立所谓的大学的时候，他们教什么呢？就是根据这个卡佩拉传自于希腊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教授所谓的 seven liberal art 七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而这个在初级的部分呢，就叫语言的部分、文科的部分。那么毕业了就可以得 bachelor， 就得到了所谓的这个学士学位。那么是理科呢，再学下去呢，就得到所谓的硕士学位 master。的这个学位，那我们今天仍然在沿用的这些观念，重点就是在于他把音乐这一门课呢，把它涵盖在四理科之中四理科之中。这个对于整个中世纪乃至于后来文艺复兴，事实上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就是音乐是属于哪一门课。和我们现在对于音乐的观念都是属于所谓的文科的这样的观念，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这是卡佩拉他的这个透过 Marriage of Mercury and Philology 这本书，五世纪初的这本书呢，来等于说传递了希腊人对于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呢是 Boethius， Boethius， 注意到他名字就是 Boethius， 我们并没有任何其他再加上姓或者什么东西，他是 Boethius， 他是出生在罗马帝国刚灭亡的这个代，他是罗马人，他的爸爸呢其实就做过最后一代罗马皇帝的执政官，那么他自己呢也曾经做过后来等于说罗马帝国灭亡了以后，北方的日耳曼人的这样的一个王的这个执政官，那么他的小孩两个小孩也都做过执政官，所以他整个家族是非常政治的，那么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很有这个很富有的一个传统。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事实上住在康斯坦丁堡，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地方，所以呢他对于希腊文是完全熟稔的。那么在他手下呢，他等于说翻译了许多希腊文的著作对于他的一生来讲其实也是命运多舛。他服侍于 Theodoric 这个日耳曼人的这个这个国王，那么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完全受 Theodoric 的一个采信。 Theodoric 总是认为呢他似乎呢有点跟东罗马帝国呢相串联，最后呢以所谓的这个谋反的这样的一个罪名呢把他下到监狱，最后把他处决。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下到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促使了 Boethius 呢开始呢发奋来著作，也使得他能够永垂不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中国的司马迁类似的一个情形，被下到监狱，反正闲着也闲着，就写下了史记。 Boethius 呢被下到监狱呢，他就开始勤奋写作，勇敢的把希腊文化呢稍微等于说透过翻译，透过他自己的这个见解写下来，也许许多多的关于文化上的一个这个著作。那么其中呢也有一本直接是关于音乐的，就叫做 De Institutione Musica， 也是音乐的原理。那么这一本音乐的原理是
啊 Boethius 年轻的时候，倒不是他下监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可以算是传递到后来中世纪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在 Boethius 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呢，他事实上有许多呢采自于希腊人，像 Ptolemy 以及 Nicomachus 的这些著作这些原来都是希腊文的，那么来自于他把它写成用拉丁文来写出来。那么他认为这个音乐包含了三种类型的音乐，第一种叫做 Musica Mundana，也就是宇宙的音乐，那包含整个宇宙，掌管宇宙的运行星和行星以及四季这些元素它们的运行，但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宇宙的音乐。第二种叫做 Musica Humana，也就是人的音乐，那么这个人的音乐并不是人演唱的音乐，而是人的这个身体、灵魂以及各个组织，好比说心脏、血液的这个循环这样的所形成的音乐，乃至于第三种呢，就是 Musica Instrumentalis， 也就是器乐。实际上，这个器乐就不只是这个用乐器演奏的音乐，是让任何人声以及乐器所演奏的音乐呢，才能够让我们听得到的音乐呢，就叫做Musica Instrumentalis。 所以呢，它的第三类型的音乐呢，才就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音乐。在 Poetius 的这个观念里中，音乐是一个对于我们人的个性、人格的一个成长是非常重要，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所以呢，对于年轻人的一个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音乐的这个学习，透过理性来追求一个所谓的音乐至终的美学，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学问。那么它甚至要超过所谓的演奏音乐，因此呢，对于音乐来讲是一种哲学的追求，而远超才是真正的所谓的音乐家。而一般的所谓的歌唱者和器乐家呢，其实是相对起来只是执行者而已。所以他在 Boethius 的这个观念中，音乐学才是学音乐人该学的，音乐家该学的是音乐学，就是音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以哲学的一种方式来研究音乐的一种观念。有别于Boethius 对音乐的描述是一种纯哲学式的一种描述呢，到了许多罗马帝国灭亡了以后，到了所谓的中世纪的比较后期，像九世纪以后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论著，包括我们说的所谓的乐谱的一个记录，以及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教科本呢，都是关于所谓音乐理论的一个部分。那么有一本很重要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理论的一个书籍叫流传于九世纪，但是它的作者已经是亡佚了，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所写的。但是这本书呢叫做 Musica Enchiridiadis， Enchiridiadis 也就是所谓有点像是音乐手册的这样一本书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音乐的内涵、音乐的一理论有所论著。那么更最重要的是关于所谓的音乐的调式的一种观念，音乐的一个调式。所谓的调式，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音开始和结束的音，也就是它的主音是哪一个音我们现在往往有大调、小调这就是两种不同的调式。调式的这样的一个指定呢，也就是在你这样的一个音阶之中，你的半音发声的位置是在哪里。如果我们的一个音，好比说以 Dorian 来作为例子，它的开始结束音都是 Re，
瑞咪发嗦拉提哆瑞哆提拉嗦发咪瑞，所以它的半音的位置发生在主音上面，瑞上面的第三个音，瑞咪发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半音发生的位置来决定你的调式。当然调式会影响我们一个旋律的个性啊，特别要注意到，因为一个旋律的个性会改变。那么在中国的五声音阶之中呢，事实上自古以来也有所谓的宫商角徵羽不同的调式，甚至呢在这本所谓的音乐手册九世纪留下的手册呢，也有关于所谓的和声的和谐，音与音之间的和声的和谐度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而它的一个描述呢，似乎印证了在九世纪就有可能是以所谓的复调的方式来演唱的唯一的证据。我们相信呢，在人类有音乐以来就会有单音音乐，但是复调音乐什么时候开始很难说。我们认为也可能跟自有音乐以来就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复调音乐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之中，因为两个人在唱的时候，多就有可能产生各自唱各自旋律、不同旋律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见得有例子，我们不见得有证据来证明这些东西，直到九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教本中呢，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可以确定那时候人是可以听到，在教会演唱圣歌的时候是有可能以复调的方式来演唱的。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演唱呢，也形成了我们后续的所谓的复调音乐的一个发展，我们之后会跟各位同学呢继续来谈。最后要谈到一本中世纪留下来最重要的书，也就是我们这一节课一开始就已经跟各位谈到的这个在 Aristo 这个地方的这个音乐修士 Guido， 那么他所写下来的 Micrologos， 写在大约是11世纪1025年到28年之间。那么这本书呢可以算是这个 Guido d'Arezzo 为Arezzo 的主教来写的一本很实际的为当时诗班这些班员的这样的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手册。这手册包含关于音的描述、音程的描述、音阶的描述、调式的描述、作曲甚至呢即兴的演唱都有所包含。接下来我们再谈关于圣歌 Gregorian Chant 中呢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就叫做教会调式调式。所谓调式就是一个 Gregorian Chant 它的一个曲调，它的所谓的主音在哪里。那么在一开始发展出来Gregorian Chant 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整个合集，那么它来自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一个区域，所以一开始可能是非常乱的。所以呢就开始逐渐的根据每一个所谓的不同调式来做一些分类，那么最后呢分出来所谓根据每一个曲调的终结的一个音终结音 final， 那么来分出来大致上有等于说四种不同的调式分别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用 re 作为终结音 do re mi fa sol la 的 re 作为终结音的调式，和用 mi 作为终结音的调式。一个曲调如果开始和结束都是用 mi，然后它有一种很特殊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乃至于把它称为这个第三调式，乃至于这个所谓的用发作为这个终结音的这个方式呢，就再是另外一个调式，以及收，所以 re mi fa sol 分别代表的一个调式这是大家在所谓的 Gregorian Chant 之中呢发掘它的一个不同的
啊，这个终结音分别在 re、在 mi、在 fa、在 so 上面呢，有这四大类，于是乎呢就分了四个调式，而四个终结音的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之外呢，除了它的主要的调式之外，如果你的音域哈、音域还不的分布呢不同，会有它的所谓的副调式、正格调式和所谓的变格调式。那么这怎么说呢？如果你的音域大致上跨越在例如 Dorian 啊 Re 到 Re 之间，上下一两个音没有关系，超过八度没有关系，大致上是落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么就是它的正格调式。如果你的音域啊，这个音域是落在啊，落在等于说我们的终结音还要下面四度啊的位置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副调式、变格调式。所以四个终结音就演变出来四二的八个不同的调式，就是我们在早期的这些 Gregorian chant 这样的一个总集之中呢，我们发展出以下的八个不同的调式。这个八个调式呢，在原来教会的这个编纂之中呢，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名称，就把它称为所以第一调式、第二调式都是以 re 为结束的。那么音域呢分别如我刚才说的两种，那么这个一二调式。那么第三四调式呢，就是分别你的终结音在 mi 的位置，以及不同音域的两个正格调式和副调式。至于在发作为终结音的，就是五六调式，以及以收为调为终结音的，就是七八两个调式。这是我们把教会的调式呢，去把它做分类的一个情形。当然中世纪的人有许多所谓要有所本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他们会参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博维提乌斯所写的一些希腊人的一些音乐理论，来等于说强化，来正统化他们的想法。所以到了十世纪的时候，由于等于说错误的去解读博维提乌斯关于希腊人的调式的观念，其实那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观念哈。但是呢，博维提乌斯的论著中说，希腊人也有他们的调式，而他们的调式分别有以下的四种，叫做 Dorian、Phrygian、Lydian 和 Mesolydian， 也就是分别。那么这四种调式呢，就被安插在所谓的教会调式的1357调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所谓的 Dorian 调式、 Phrygian 调式，它的终结音在 mi， Lydian 调式终结音在 fa， Mesolydian 终结音在这个 so。 当然后来我们对于希腊文化有更进一步了解以后，更进一步的去看原点的解释了以后呢，我们发觉这是对于希腊音乐的一个，或者是对于希腊调式的一个错误的诠释。但是一旦已经被命名了，所以错误也就将错就错。所以我们今天仍然会看到所谓的把教会的调式称为以下的名称。至于副调式就是都终结音是在同样的位置，但是它的音域是在原来的音域的下四度的这样的一个调式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 这个所谓的 hypo Dorian、 hypo Phrygian、 hypo Lydian 以及 hypo Mesolydian。 就像各位同学在这边所看到的，那么分别呢，你可以把它叫做第一调式1357，就是分别是 Dorian、 Phrygian、 Lydian、Mesolydian。 而268这个所谓的复数的这个教会调式呢，就前面加上一个 hypo， 也就是它的变革调式 hypo Dorian、 hypo Phrygian、 hypo Lydian 以及 hypo Mesolydian 调式。
当然，虽然啊，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一个这个所谓的调式的安排，也只写了八度啊，只写了八 re 到 re， 咪到咪，但实际上一首歌啊，一首圣歌往往会超过八度啊，超过八度啊，超过啊一两个音，这是比较无所谓的。那么除了所谓的终结音之外，其实在整个圣歌之中最重要最常听到的啊音呢，倒不是它的终结音，而是所谓的 tenor 音。这个 tenor 音的一个位置，通常如果是在正格调式，就是这个终结音的上五度的一个位置。好比说我们啊 Dorian 调式，它的 tenor 音呢啊，就是 re 上面的五度 ，re mi fa so la， 所以拉这个音啊，才是它的所谓的啊，所谓的 tenor 音，就是它的最常被演唱的音。那么或者我们把它称为所谓 tenor， 或者我们会把它说成 reciting tone， 也就是所谓的宣叙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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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啦发咪瑞，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刚才这样一句，那么它最常听到的音反而是它的所谓的五度音。当我们后用后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调音这个和声学的观念，这个音是叫它的属音，属音会制造一个推向主音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这样的一个情形，虽然我们在和声学还没有发展，但是在曲调之中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向。所以这种 reciting tone 的一个观念啊，是啊用这样的很简单的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让大家能够理解。所以一个调式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音叫做所谓的 tenor reciting tone。大致上在正格调式呢，它都是所谓的终结音的啊，终结音的五度的一个位置。当然也有但是呢在这个也有例外的一个情形。至于啊在 plagal node 啊 plagal 也就是变格调式，它的 tenor 呢啊是跟原来啊原来这个啊等一个 tenor 啊正格调式 tenor 下三度的一个位置。当然这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如果 tenor 音呢最好不要是啊 B 这个音， B 个音因为它的它的是一个位置呢比较尴尬，那么啊往往呢就会直接的改到所谓的 do 这个音。为什么它的音比较尴尬呢？牵涉到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事件哈。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音阶之中 Do Re 这个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这所有的音程之中啊，有一个很特殊的啊音程，就是发到 T 之间。这个发到 T 之间呢是所谓的啊三全音，发收是全音，收拉是全音，拉梯也是全音。这一个音程呢非常的大，听起来其实是非常不和谐的。我们听听看，例如发收拉梯，然后这两个音啊，在中世纪的耳朵之中这是一个很不和谐的音，即便它出现在旋律的前后，有时候呢也需要避免。所以呢啊往往有时候呢这个 T 呢就会被改变成比较 soft， 比较 soft 就是把它降半音，比较软化它的这样的一个音阶的关系。这个啊就变成了所谓我们一般所谓的完全适度，这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在中世纪里面所有的音阶之中只有一个半音变化，也就是在 Lydian 调式之中它的第四音是发嗦拉忒啊，发嗦拉忒这个位置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些圣歌的形成往往是在这个所谓的教会调式的这个理论啊，发展出来之前的事情，所以它不见得一定要百分之百吻合我们所谓的理论上的教会调式
啊，当然许多或者绝大多数的这些圣歌都吻合我们所谓的教会调式的这些理论，当然否则的话这个理论就不存在了，就不成立了。好比说我们之前跟各位同学所介绍的这一首 Videlum Omnes， Videlum Omnes 这一首啊圣歌，我们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之前跟各位同学来谈的。那么在这个调，在这个曲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开始是发，它的结束也是发，大致上的音域呢，大致上就在发和发之间这一个八度里面啊，几乎完全没有超越这个八度，只有一个咪啊，比八比发稍微低半音啊，这个是没有关系，上下加一个音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正格调式，结束在发，所以 re mi fa 135，它是第五调式，或者我们把它称为所谓的 Lydian 调式，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此外，我们知道它的 reciting tone 啊 ，reciting tone 啊，支撑音或者是宣叙音是在收的位置。好，在它的对不起，在哆的位置，也就是在我们的终结音发上五度发拉哆啊，在这个位置，在这个曲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哆啊音是在占有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 prominent 啊，有绝对至高的重要性，哆啊非常的多啊，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把它称为所谓的 reciting tone 应该并不为过，所以这一首曲子 Videlum Omnes 可以算是很标准的啊 Lydian tone 啊 Lydian 调式，或者我们把它称为所谓教会调式的第五调式，这一点呢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从以下的多媒体呢就实际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教会调式它的声音和音域，我们先用Dorian 调式正格来看 Re 到 Re， 它的 Tenor 是拉啊，至于它的变格调式啊，是终结音下四度拉开始拉结束它的音域是拉到拉，但是它的终结音仍然是 Re，这是 hypo 的调式，以此类推，我们看到 Phrygian， 以及 play 它的 plago 啊，它的变革 hypo Phrygian。好，以此类推。再次的，我们提醒各位同学呢，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教会调式，今天沿用的是可以用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调式，那你也可以呢根据十世纪的一个错误的沿用呢，把希腊的这个调式的符号呢，把名称把它加进来，也就是 Dorian 调式代表 Re 开始。Phrygian 调式呢代表是 Re 开始 Re 结束的 Re 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调式， Lydian 调式呢代表发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调式， Mesolydian 呢结束音在收，以及它们相对的变格调式 Hypo Dorian Hypo Phrygian Hypo Lydian 以及 Hypo Mesolydian 调式。有了乐谱，有了调式，我们更由从十一世纪开始呢 ，Guido 所发展出来的 Solmization， 也就是音阶唱谱法，大致上一个歌者、一个教会诗班的班员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理论基础呢，都有了。而由我们一开始就跟各位谈到的，由 Guido 所发展出来的这个六个唱名 ，U Re Mi Fa Sol La。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一般的我们乐谱的唱名啊 ，Re Mi Fa Sol La。在当时呢，Guido 所发展出来的系统呢，叫做所谓的 hexachord 啊 ，hexachord。这个 hexa
啊，在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六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六音音阶，五瑞咪发嗦拉。那如各位同学特别要特别想到的是，哎，我们现在不是一个七音音阶吗？就是五啊，哆瑞咪发嗦拉 T， 那个 T 怎么来的？这个是到后来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才发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在 Guido 的时代呢，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移调的一种方式，可以很轻松的把只用六个不同的这个唱名，就能够涵盖所有我们要唱的圣歌，五瑞咪发嗦拉就可以涵盖所有的唱我们要唱的圣歌了。所以呢就不需要再引荐任何其他的唱名。简单的讲也就是它哪一个位置可以唱 Wood， 当然这个五瑞咪发嗦拉哆瑞咪发嗦拉也可以，就是我们一般在固定调中的 CDEFGA 这六个音六个音。但是呢哪个音要唱 Wood， 在 Guido 的一个理论中呢是 C 可以唱 Wood， 但是呢发可以移调，那么也可以唱成 Wood， 以及 So 也可以移调，可以唱成 Wood。 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如果一个旋律超过六度的话，你要怎么唱，对不对？但是你只要把你的 Wood 转到发的一个位置，于是乎你透过两个以上的一个系统，就可以唱超过八度超过六度的这些旋律。这一点呢各位同学呢不需要太清楚，大致上可以知道这个 Guido 他的一个所谓的唱歌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以下面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他的第一句 Re La La So La， 可是下面这边呢就超过了他原来的六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超过前的这个音先转调，从 C hexical， 也就是用 C 作为 wood 的这个 hexical 呢，转成用 G 为 hexical。那么，于是用如果是 G 是 wood 的话，这个拉就变成 re 了，所以是 re la la so re fa mi u mi re。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就可以 cover 全部的这个旋律。除了唱名之外，甚至呢 Guido 呢也发展出来一个所谓的一种教学方式，有时候把它称为所谓的 Guidonian hand， 然后 Guido 的手，他利用手的这个指节的位置来命名不同的音，乃至于大和尚在教小和尚唱歌的时候，可以透过指这个手指的这个指关节的一个位置呢，来代表这是什么音，就不用乐谱就可以指称这个位这个音的音符，这是等于说一种手势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就可以知道Guidonian hand 的意思是什么。当然，不见得这是 Guido 自己发明的，但是我们知道，用唱名来唱谱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来自于 Guido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后人也许根据他那样的观念来发展出来 Guidonian hand 也是有可能的。 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影片。好，这就是很标准的所谓的 Guidonian hand， Guido 的手，利用手的这个指节的位置，我们来标示所谓的五瑞咪发嗦拉哆瑞咪发嗦拉。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哆瑞咪发嗦拉就落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咪发嗦拉五瑞咪发嗦拉。但是呢，如果超过这个音域之外怎么办呢？好比说比它高五瑞咪发嗦拉提，这个音怎么唱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乌把它移到发的位置，就往上了。或者
如果什么音比都还要低呢？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到，把呜放到收的位置。好，呜瑞咪发嗦拉，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唱。瑞发瑞咪瑞，瑞瑞呜瑞咪咪，咪发嗦咪瑞咪。Re fa so la so fa re re, so la so fa mi fa so re, la so la fa so la la, so fa mi re ut mi re, ut re fa re mi re, re re ut re mi.教学法有乐谱，有唱，有唱谱法，有 Gridonian hand。事实上，这样的一些传一些的这个所谓的音乐的一个理论上的教学法上的一个改进，使得呢，任何一个所谓的歌手，也许就可以在一两年之内呢，就可以变成一个极为好的这个歌手，而且呢，他不需要靠着啊反复的记忆。来记录这个教会的这些圣诗，所以无形的使得教会的音乐的一个传递呢大大的开展。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教会基督教会，那么在西元八世纪开始，为了政治上的一个统一教义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原始动机，那么把教义的音乐把它一起统一，乃至于把它记录下来，最后发展出来。在中世纪，我们看到记谱法，包括唱谱法，以及像这个谱号等等这些观念呢，使得我们今天在研究这些千年以上的圣歌变成了可能。当然，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所形成的教会音乐，教会的音乐。要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演唱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直接来研究所谓的罗马教会，这些统一教会教义，这些教义有哪些以及它的内容，这些音乐其实都是很实用实际在应用在这些仪式之中。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基督教的这些教义，它的目的第一等于对于新等于说信仰的这些新的这些教徒的一种教育，那么强化已有的这些旧信徒的这些这个信仰，当然使得呢透过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能够得到每一个人的救赎，当然透过音乐。把所有的这个文字经文的意思传递出来，这是最基本上我们看到教义的一些基本的目的。这些教义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年365天，那么根据的这个所谓的教会的日历教会的日历周而复始的不断的在这个上就等于说来举行。那么基督教的这个教会的日历基本上环绕着等于说基督教的耶稣基督基督教的神他的
在世的时候两个最重要的日子。这两个最重要的日子当然也就是基督教的最主要的思想，神学上的思想。什么重要日子？第一个呢，就是 Christmas， 也就是圣诞节。那么这是根据太阳的年历啊，太阳历，那么是永远都是12月25号。我们知道，因为12月25号定出来有跟这个所谓的冬至12月21或22是很有关联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Christmas 永远是12月25号。那么一年中那这个最重要的教义是发生在所谓的 Christmas 啊，圣诞节。以及基督教如果只有圣诞节，那就不叫基督教了。基督教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的复活节啊。复活节却是根据着阴历啊，根据的阴历怎么样讲呢？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后的那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所以这样听起来十分的复杂，乃至于每一年的复活节，按照我们的阳历的来讲呢，都日子呢都不是一样的，那是代表耶稣的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也代表呢可以让所有人将来的一个复活。那么当然除了耶稣基督的日子重要日子要纪念，要举行特别的弥撒之外，其他根据教会的历史呢，也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圣徒，包括早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的一些重要日子也都要纪念。当然圣诞节之前要有一个准备的时间啊，准备的时间啊，通常叫做 Advent 呢叫做所谓的降临节。那么复活节之前呢的46天呢要进入所谓的斋戒期啊，斋戒期 Lent 啊，所以有些人呢叫做四旬斋。所以我们看到两个重要日子之前还有一些时间是准备期，准备这重要的日子。所以大致上呢每一年365天教会的举行的教义都要根据着这一些不同的节期来有不同的周而复始的这样的一个举行。有些仪式是每一次都完全一样的，我们叫做常用的。那有些呢是根据不同的节日，根据不同的节期会有不同的文字经文的一个表达，以及不同的庆祝的一个方式，纪念的方式，那么我们叫做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的教义有这样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目的。而基督教最主要的教会里面最主要的教义就当属弥撒Mass。 这个弥撒中文的译音是根据原来拉丁文的 Misa 应该原来的意思可能是所谓的分散的意思分散有两句意思。这个整个意这个所谓的弥撒之所以成为弥撒，可能是在整个这个圣经原来在福音书的结束的地方等于说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也就是你们现在要分散到世界各处呢，把我的福音传开来，这个弥撒。乃至于在弥撒的一个结束的时候也会讲到 Missa Ide Missa Est， 这 Ide Missa Est 也是你们可以离散你们可以解散了。然后解散的目的不是就回家而已，是要把福音传到世界地极。那么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仪式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内容有这个字眼，乃至于整个的教义呢也叫做 Mass 这个是在等于说这个耶稣基督所传下来的教义之中基督教的这个教义中两个重要的一个
教义，一个教义呢就是等于说是施洗这样的一个教义，那么另外一个教义就是大家要一起聚会在一起啊，这样的一个聚会啊，聚会来纪念啊耶稣基督为等于说为人啊的这个赎罪，乃至于呢啊把他自己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纪念。所以 Mass 基本上呢啊等于说也是在纪念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呢啊，等于是他被钉在十字架的这样的过程，他之前呢他的一个所谓的最后的晚餐，这样的一个纪念，不断的重复耶稣基督的最后的这个晚餐。在晚餐的内容呢当然要大家一起啊，等于说用餐，那么一起啊这个等于说一起喝酒，一起擘饼啊，等于分食。那么喝酒的时候，耶稣基督呢是要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舍的，你们一起啊，你们要啊这个、要纪念我。那么在擘饼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所以弥撒本身有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基本的一个教义在里面，以及耶稣基督所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啊，等于说他所要求的这个礼仪。所以弥撒成为基督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仪式。当然教会仪式的内容是什么，那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的一个演变，它不会是一开始就是如此，乃至于到最后呢渐渐的形塑了啊大家有习惯的一个常规啊。在所有的这个教会等于说给平信徒来等于说聚会的教会呢，那么弥撒呢是在每个礼拜天来举行。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早期来讲，基督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所谓的修道院啊，或者是修女院以及重要的教会。那么在这一些地方呢啊，弥撒是每天都会举行的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一个是世俗的世界，一个是等于说神的世界。那么基督教在早在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所谓的修道院的这样的一种观念。那么有些人他们等于说我离群所居啊，有些修士们啊离群所居，那么过着一个极为等于说清寒的一个日子。但是呢为了就是要追求和神能够完全的一个接近。那么当然在我们之前说过的是在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其实整个欧洲呢文明啊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围炉玩暖的一个时期。但是也多亏了这些所谓的修道院里面的修士，他们不只保存了圣经，事实上也保存了欧洲人对于整个希罗文化的硕果仅存的一些资料，不论是对于文字的本身，拉丁文的本身，希腊文的本身，乃至于对于整个希伯文化的一个内涵奄奄一息的，所以还是能够保存。那么保存了以后，当然到了沙利曼开始呢又励精图治的大量的等于说抄写经书，抄写希罗文化的一些书籍，乃至于我们今天有办法用比较完整的方式去了解这些文化。而自沙勒曼以后，欧洲的那种所谓的文化的危机就再不虽然仍然有许多的一个动乱，但是那种围炉玩暖的危机就不复存在。而在教堂里举行教仪，对于基督教而言，教堂就是所谓的天堂在人间的一个展现。而教仪的内容 suppose 应该就是要让人体会到神的爱以及神的一切，天堂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彰显。这些的目的如果了解了以后，我们就不难去理解为什么西洋的教会如此宏美
如此的高大，如此的让人看了以后是望而生畏生敬的这样的一个道理。Amen.